你们仔细看，仔细看，欧洲的桌脚都比 Mate 这个系列赛打的伤害还多。哎呦，连欧洲桌脚都在针对我们上路，够了没？游戏内针对我们宙斯哥，没必要吧 ？OK， 那第一场一样嘛，路西恩、奈德利、杰西，这个不用多说嘛。T1 最爱玩的，因为 T1 的下路啊，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玩一些前中期发力的嘛。那路西恩就是里面最好的 AD 啊。好，那奈德利欧纳哥的绝活嘛，杰西宙斯的绝活，然后右边酒桶 Niski 的绝活，我觉得菲亚是目前版本 OP 角 ，Banner 也没有什么大碍，尤其是 T1 又是这种以大 AD 为主轴的队伍，所以把菲亚给按掉还算很合情合理。然后这个地方一选凯能没问题，在我们前面几场很多队伍都一选凯能，这边选卡桑蒂加亚菲蒂欧，我觉得也很 OK， 因为现在我觉得啊，综合看起来啊，卡桑蒂是里面起码也有前三强的，因为他可以错中上两路，我觉得大东比吉恩科斯看起来还要强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大东啊，你比较能够配任何组合，然后大东在后期的 carry 能力比吉恩科斯稍微好一点，但吉恩科斯的优势在于推线啊，还有他一些无法取代的优势，可是吉恩科斯就更吃重辅助的搭配。再加上选安妮，也没有问题嘛，安妮也是算 OP 角。我觉得这个李星跟后面两场其实是一样概念的，他的李星不是单纯的选李星，他的李星其实还有一点以抢代边的味道，因为我们知道嘛 ，Owner 的李星绝对是世界前三李星啊，不要说第一啊，一定有前三李星。职业队的话，右边这边最后选了一个露露，选了露露，我觉得就蛮符合 T1 的宗旨嘛，因为 T1 现在的宗旨就是我要保下路打，虽然说我们看完才得出这个结论嘛，但是他这个地方选露露就能已经看出他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想要保着下路打的想法了，而且露露其实还蛮克制李欣这个东西进场，就是他回旋踢然后闪踢什么的，可以用 W 啊或者是用大绝来让李欣进场不是那么的容易，露露的救急电话也可以阻止安妮第一瞬间把人秒杀掉，跟机器人嘛啊、还 OK， 这地方跟阿里其实挺有趣的，阿里配李欣其实没有什么说法，只是阿里可以一直推线，可是啊飞哥这边其实也可以自己选，所以这个地方跟阿里其实我比较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那机器人纯粹就是你软腐怕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先不纠结了。然后这个地方 ban 蜘蛛，对 T1 的都会 ban，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来查一下 T1 今年在 LCK 的战绩，大家有没有把它 ban 的吧。 T1 最后几场比赛有欸，大家都 ban 蜘蛛，先去连续 ban 了4场，然后中间这边断了一下，这边还是有 ban， 算是有找到理由。我觉得如果捐具都这样 ban 了， Mate ban 也不算意外。立山卓按掉可以接受，立山卓这版 OP 角也可以限制凯能的发挥嘛，那这个地方按掉也没问题。好，然后这个地方选纳迪乌斯，他这个地方选完纳迪乌斯就不能错了，因为纳迪乌斯是不能错到上路的，只能在中路或者是辅助。那在这个地方就确定了卡桑蒂在上，然后纳迪乌斯在中。那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不先选打野呢？我如果这个地方先选打野，纳迪乌斯就掉到对面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纳迪乌斯不管什么情况出的都可以推线嘛，我不如让我的打野往后摆。如果我的打野是优势的话，只要能顺利的发育，或者是说我的进攻性比对面好，碰撞会比较强的话，我自然在 gank 或掩护的时候，我都有相对应的优势嘛。然后这个地方 Mate 选的是派克，派克其实就跟机器人是同样道理的，可是只有欧洲会比较爱玩派克，他就是他钩子嘛。对于这种没有位移的下路组合，给的压力是挺大的，而且派克的游走能力很强嘛，他也可以稍微限制 T1 中路的推线。哎，有没有？各位，我们先看完第二场，再看这场，你们是不是能发现 Owner 为什么被抓了？在前期，这场比赛 LPL 他就比较有往上打的空间的，所以说他先也一样需要走，可是打的是卡。你看，动了。哎，没来说下路双人组直接走过来。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是 Owner 玩的很白痴，而是 Mate 耍手段呢。这里安妮出现，然后全部人都在后面，所以这个地方 Owner 往前做视野。那这场没事嘛？然后这场结束之后，赛后他们教练看 RP 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这边后面会有一摊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下一场如果对面又在这里的话，我就进来做视野没有问题。可是哎，好死不死 ，Mate 就来这招阴的。好，安妮一等点 Q 哦，安妮一等点 Q 哦，各位，所以他推线喽，有没有？哇 ，L 预判勾勾到的话就下班嘞。啊，对啊，我补充一点 ，Faker 为什么要下一等这个眼呢？他知道说安妮一等会推他线，
然后我下路对面是派克嘛，他一等会给我们下路提案的下路超级大压力的，所以他下这个眼就可以看到说安妮有没有可能要往下路动嘛。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细节、啊，你们看这个眼，你们仔细看，你们仔细看，他这个下这个眼也很有可能是被 Mate 发现说他贴着墙壁下的。好啦，就算他没有下好了，反正这个地方他的眼最多就下到这里吧。然后你们看这个 LU 呀，这个李星很细节啊。他走这个最边边，以这个 OB 视角来说，你们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李星已经被看到了？事实上啊，这个眼是看不到这个李星的，他贴这个墙边啊是看不到的。我这边下了一根眼，然后我这边召唤一个假人，你有没有看不到？你看有没有？这是看不到的，这个隔墙眼是看不到的。这个大多数人会以为这个李星是被看到了，然后 T1 为什么还不走？欸，他细节，他极限闪到这个草，而不是往上闪。Owner 也要往上闪，哎呀，有点小急啊。Faker 都下眼了 ，Owner 的锅。这个红眼下得很好，哎、欸，你是中路先动哦。这张古玛游戏想要推线，啊，被拉到就没救了。这个地方古玛游戏其实不是在送哎、欸，就是。这个兵线已经大波到我，就是我拿命吃都算赚了。他是想要拿散弹枪就把那个兵清掉了。虽然说看起来很送啊，但他往后走，这波应该是亏烂了。就你看这个线，然后下一波也吃不到，然后再掉一层塔皮，然后全部人在这边发呆。Kira 还提好按治愈，对不对？想要给他加速，看能不能走位。对啊，你看没走位掉而已。哎，这个地方他们两个打不同人啊，这地方小可惜。你看这个地方，如果 Faker 一开始就打这个安妮，感觉安妮牵死之后 ，T1 还有机会赢，对不对，各位？这要安妮的话，安妮应该会死得更早。然后拿露露来，这个李信应该也高概率会死。那第五次这个时间点的作战能力还是很强。这个地方黑了啥？他在给压力看，然后看能不能看到骗到 T1 不吃这个塔皮。啊，派克压力给的很足啊，他这场也玩的很好。现在中路可以推线了，中路推完线，下路直接不管了，直接换线了。那上路是有一点优势。哎呀，对不对？这个地方螳螂没溜，然后我双人线也还没到 ，T1 直接开这个预示者。说实在的，有点小看，说真的没什么道理。意义不明啊，我跟内徐一样，我看不懂啊。而且你看啊，这个菜啊很早就推完线靠过来了。你看从这里八分八秒就往上走了，还是有看到的。哇，这个地方 T1 的换线，这是第一波止血了。亚菲利欧八分钟啊，通常可以刷到白刀啊，然后推塔就很快，两层啊，很舒服，各位。哇，这个压力好大哦，中路又下来了。那第五次有传送，古玛游戏应该是故意不走了，他再退的话，这个游戏没得玩。这里啊，从这里开始，我就开始不知道这个上路在玩什么了。这上路就在给机会啊。赢五千，你上路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T1 这个地方转线也是很快欸，他们怎么跑那么快的啊？应该说这中塔竟然会掉一层欸。T1 其实在逆风的时候都有换到东西啊，你没有发现吗？上路刚刚换到两层，然后刚中路也换到一层，他们没有断档。现在就是做一些高风险高报酬的事情啊，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不打奔放一点的话是不可能赢的，如果这个地方还打得很保守都不想要死的话，就换不到更多东西，就更不可能翻盘。你凯能怎么敢推这个线啊？这个线有什么好吃的啊？我上路在推这个，李信在这里，两个人在这里，中路线也没看到人，为什么敢啊？一直在给机会、欸，这个地方预示者是不是要出了？他吃中线，然后靠预示者不是也很不错吗 ？T1 都能一直维持着这个一换一的交换，很厉害啊！这个地方我打赌 Mate 没想到 T1 敢接，你们看这个砍人动作就知道了。
正常来讲啊，小龙要出额，如果对面要接团的话，凯能把线推进去，他应该会来正面。可是他没有，他选择继续推一波，他这个地方傻眼了，想说，欸，T 二怎么敢打啊？欸，可能哦，T 二在送哦，然后他们就传过来了，传过来打。不过妹德的阵容劣势的点，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蛮明显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扛住纳蒂乌斯的拉嘛。很容易被单点直接击杀，而且这波大中的刀是好的，哎，重击，凯能踢下路小兵会比较好吗？我觉得不一定呢、欸。不过我跟你们讲，如果这个地方，因为你们看这个安妮有闪，凯能如果传下来。安妮敢往前闪开的话，不要给 T1 先出手的机会。而且你看到、哦、右边对面 AD 是没有进化的。这凯能只大一格是啥意思啊？这凯能不大这个人哦，啥意思？露露没大嘞，你凯能怎么可能不大这里啊？你去大一个一滴血的人是怎样？你看他直接滴进去哎，你不要说没大 AD 就算了，他连大绝也只大到一个人呢。他大完之后，他这个位置就开了、啊，他走不回去了。好、哦，而且飞个大绝线的时候才用哦。哇，狂风！哇，你看这个地方卡子优势多大啊！哎呀，小可惜，小可惜。哎，没有哎。哇，这怎么换下来是怎样？哇，六换四加小龙加传送，太爽了吧！这个团啊，要赢其实很简单，就是凯能不要推这个上路线，直接来正面开始绕，或者是早点按传送，然后在这边绕给压力。反正只要对面敢开，安妮有闪嘛，对吧？安妮有闪，李信有闪，直接滴进去，这边就融化了。只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T1 这么疯，连这个龙都敢打吧。然后，而且这边还有个关键是李信不在，这个地方唯一能吃勾的就只有李信嘛。所以他们一开始踩不过去，所以最后只能拼50-50，然后拼完50-50之后。安妮被打残，这安妮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直接傻傻的给他打、啊？看这什么意思？你是 K 在干嘛？哎，而且宙斯欧娜也太痛了吧！啊，我觉得我想了一下，凯能绕背应该挺不错。可是我觉得我知道他不绕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想过 T1 会这样打这条龙。哇，飞哥，这勾太极限了吧！而且他勾到 Niski， 然后再 R 到凯能 ，Mad 的两个开团手段。完全被封死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输出直接往前灌。哎呀，我觉得现在开始能团战能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Mad 啊的阵容经不起那第五次的开团，就右边的前排很顶，而且 T1 的 AD 啊古玛优喜一直有在前面换到经济，所以在开团的时候这两个前排往前顶，古玛优喜是有足够的伤害把人收掉的，越往后面右边越优势。对 ，Owner 很痛是没错啊，但是他起到是一个比较类似搅屎棍的作用。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古玛游戏装备还可以，而且他敢打，他没有怂。其实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嘛，都做得很好。你看这里，如果这边啊 Faker 拉到的是李欣，画面是不是就不一样？其他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往前的时候，这个画面就长不一样。可是他刚好今天拉是，也不要说刚好，他就是看准安妮才拉的，拉到安妮，然后又R到凯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可以放心的往前输出嘛。如果这个地方大东的刀是好的，我觉得是可以吃八龙。而且你们看，20分钟 T1 还没有拿到任何一座塔，这个时候就最怕派克开油单抓嘛。然后你们仔细看啊 ，T1 几乎都是五个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不怕说派克单点击破嘛。T1 很清楚他们优势是在哪里，他们人全部都站在一起，这个时候派克没办法出手啊。T1 知道他们这个地方要打正面，他们知道他们打正面会赢。你看 Faker 直接来到正面，古玛游戏也来到正面，他们不是只是想要让 Owner 偷看看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量很夸张哎，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十根毛的啊？十根毛加李欣的 Q2 重击，这没中到，我傻眼。而卡莉丝不是 Q 加重哦，卡莉丝是纯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根毛，然后李欣。哦，是刷回来太痛还是怎样？他们两个没有同时哎、欸，欸，优雅不相信自己的队友、哦。哇！然后Faker又拉到，Faker又拉到安妮啦！为什么安妮那么容易被拉啊？然后凯能进场闪现，直接被宙斯带走。宙斯这边玩得很好、哦，你看。海南交闪，海南交闪直接被带走。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也玩得很奇怪。他这个地方啊，古玛尤西也只交狂风就拉到一个安全的位置，这个玩得有点太急了吧？如果他这个地方大，这个左边这一侧不是有机会赢吗？凯能如果大左边这侧，还真有机会赢吧？然后卡迪操作了，可是没用，队友太搞了，这凯人真的太搞了，哎，Faker 是选择直接传送，直接传送到正面，先把线带完之后传送到正面，好啊，把卡迪带给逼掉，那 Niski 又怎样啦？哎，这怎样？谁可以解释一下这安妮到底在干嘛？我看别人一直说什么 Niski 大赛会软手，还真的很软哎、欸。他这里哎、欸，他到底是想大谁啊？他大到谁能跟？什么意思？如果他要这样大绝，可以吗？他们这队能跟人是谁？那、啊、是不是只有凯能？那凯能在这里哎、欸，你这里是要怎样？凯能交十个闪现，一个闪现，两个闪现，三个闪现，四个闪现，五个闪现，然后这个人交闪现，再六个闪现出去，然后狂风七个闪现。哦，很舒服，很舒服。我不喜欢 Mate 这个做法、欸。小黄剩50秒的时候，居然还没有要重整回补。T1 可能也没想到啦，他们居然不回补。Mate 已经正面已经够难打了吧？然后他们现在又慢回，所以 T1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视野做起来 ？T1 如果可以这个地方先踩到点，把视野排开 ，Mate 胜利的几率是不是就降低了？你看，坐满了这边一根，然后这个。这边一根，这边一根，这边一根，总共四根，在这个地方整个围在一起，拉直接拉李欣，然后大旁边的这个是谁？安妮，狂风，哇哇，直接接死啊！散弹枪太强啦 ，Mate 野区进不来，视野都被做完了嘛，所以他们只能从中路走，他们只能走这个中路这样过来这个路线。那我 Faker 只要在这里就可以等到你来啊。李欣是故意给他勾吗？看一下。也不算吧，也不算吧，因为他确实是可以吃勾的人啊。我觉得也还好啦，也不是他故意吧，只是想要帮队友挡，然后走慢一点吧。前面都不是他被勾到啊，而且他被勾其实是好事欸，他被勾是唯一能赢的画面，只是他没有想到他被勾之后，他后面整个一瞬间就没了吧。他被勾是唯一能赢的画面啦，所以他尝试看看，也不能说不好，已经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要主动开，对，要主动开啊。可是他，你没有发现视野一直没做好，或者是说，也可以说 T1 视野做很好啦。我记得 Mate 一直以来都不是视野做很好的队伍啊，比较像是打架打得很好的队伍。然后 T1 真的玩得很聪明啊，你看 T1 都是抱在一起的，大东的位置就很好，然后露露就一定是站在最后面的，露露只要不要被开，他就可以给到大东足够的保护。走这里确实是有点小夸张。闪现拉到，这里安妮的位置是有被看到的哦，来，我们一帧一帧看，闪现瞬间晕到了，这个时候晕到，哎、欸，你们看得到吗？晕到的瞬间，蘑菇其实已经放出来了、欸，
他预判嘞，蘑菇已经在转嘞，你们看到吗？你们这边看得到吗？真蘑菇已经在转嘞啊！反正我觉得，不管是提早一点点预判，还是同时，都很夸张。他几乎没有慢，很夸张。这个地方如果 Made 不脑冲去吃巴龙的话，我想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只是这有点马后炮哎、欸，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这样开已经是拉到 AD 算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了。虽然说队友跟不太，哎，确实哎、欸，等一下队友跟不太到哎、欸。虽然说我觉得这很难判断，但如果重看一遍的话，感觉 Made 先重整。吃巴龙，等到古玛游戏他们人站的比较近的时候，就是他们会一定会打这个懂吗？站过来的时候，然后李欣啊，李欣有闪吗？安妮有闪，然后蔡雅有闪，派克有闪，凯南有闪，五个人有闪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做碰撞应该会好一点。哇，这个是理论上啦，这个是理论上啦。那如果这里安妮这样闪大都被操作成这样的话。感觉不管怎么做也没什么用，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 ，carry 啊，你们看 carry 啊，闪现小动物那个 cards， 对 cards， 哎是念 cards 吗？对 cards， 这里都还在等哦，你看这里都还在等宙斯，就算宙斯有船，就算有船门，他们还是不急。T1 知道，我只要打正面就一定赢。这波是 Kazi 没有算好吧？我觉得他在赌哎、欸。你们看 Faker 空钩，所以他觉得说他的钩的 CD 不会这么快，所以他这个地方想说吃大。那第五是没有钩的话，他就不会死。哎、欸，可是那第五是钩好了，对吧、啊、？AD 有大啦 ，AD 有大，可是我觉得他在赌。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差牙开不开大是很大的问题吗？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差牙开大，他们等下团战是不是也打不赢？所以我觉得他在赌啦，其实我能理解他在想什么，所以我没有那么错愕。然后这里安妮在干嘛、啊？啊！安妮在干嘛、啊？找人挡，找人挡就好了。对啊，第一李欣应该要帮忙挡，第二是安妮，你们看安妮，你们仔细看安妮哦，你们仔细看安妮，他自己在推什么啊？他不退这个 AD 不就被卖了？他为什么要退啊？往前啊！他勾他的时候，他起码要到这里吧？反向给控制啊！你不反向给控制，他不是死了？我们先看安妮啊，我们先看安妮，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这里我跟你讲，这一个差呀不开大，我可以接受。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个安妮退到天边去还是怎样的、欸？他不往前一点给压力是整啊？我们接下来看凯能，他在干嘛？他要去哪？他去哪？哎、欸，老哥，哇！如果这里开大，他在这里，然后他闪现，滋，配合安妮，滋，谁赢团战还很难说，真的，谁赢团战还很难说。如果这个地方凯南往这边垫，安妮往这边大，谁赢这个团战真的还很难说啊！啊，这边差牙死掉就没救啦、啊！哎、欸，高歌离席，哎、欸，好爽哦！两个战犯，一个搭车走了，一个连团战都不来了。哎、欸，歌榜 KDA， 你们这样看完，你们真的觉得战犯是个差呀吗？他开大很明显，等下就不会赢了、啊。那你说，啊，他不开大，他就被秒杀啦、啊。问题是这两个人没有往前挡啊，如果这两个往前挡，他是不是也不会死？对吧？如果这个两个往前挡，他被大柳斯勾到跟。卡上帝打一下，顶多半血嘛。亚菲迪欧哪能这么好输出啊？而且这两个整场都在说，对，这安妮前中期整场被开，然后这个凯人打线被单杀，打团又不知道在冲他小。欸、而且你们看这一波古玛游戏是没双招的、欸，阿、啊、四说有没有蘑菇？看一下有没有蘑菇，有蘑菇，可是没双招、欸，哎，有蘑菇没双招。你们知道凯人其实没有很怕蘑菇吗？因为凯人的晕可以很快的打两段出来，所以就算你第一段被解掉。你只要那个在那个大里面，应该还是高概率会晕出第二次。那为什么派克要勾海巨人？我觉得勾海巨人还好吧，不然要怎么办？他就做个尝试而已吧。就是你不可能要妹的什么都不做啊。我跟你讲啦，这波就是下路线这两个在尝试做些什么，然后中路跟上路在尝试
不做些什么，然后这波李欣无能为力啦、啊。你们看这里，他大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他背后了。如果他要走这个边边过来，他是不是也会被那第五次击飞？他盾他也会一起被击飞，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帮他挡了，除非啦，第一拍就交闪。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第一拍交闪。这边就是主要是这两个人在戳，如果李欣那边交闪，我是那第五次一样会勾他啊。这个时间点的李欣应该也撑不了多久了。如果露露小动物打到 AD 给他两三枪，因为古曼游戏很早就出穿透了嘛，他是有机会把他打死的。小明会帮 UDI 挡，刚刚那个是打野哦，而且刚刚那个是最肥的打野。你看刚刚那波李欣是926哎、欸，不会啊，这波我觉得不会怪打野啊，这波绝对是这个上中在搞，这上中太搞了。我说真的，我真没想过这场会翻哎、欸。太狠了，我觉得这两天比赛看下来，韩国的宰制力还是很厉害、欸、韩国中路已经舍弃了就是那种法师啊或者是大 carry 的打法，韩国中路竟然开始推线跑线了、欸、这其他队怎么活啊？其他队好像没搞头了、欸、各位，就如果 T1 照这个态势下去的话啊，我觉得 T1 目前的状态看也比全局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最终还是要依靠大 AD 啊。我觉得古曼游戏这季一直都以来都打蛮好的、欸，就他前面的时候选一些，他这个赛季前面啊，因为 carry 啊在玩一些凯特琳啊什么法洛斯什么克里斯打这种东西的时候，有点像是在辅助 carry 啊了。不过整体都打得蛮好的，就他也不会送，季后赛的时候也可以拿出岔牙，然后一些大 C 他竭力，他也是玩得很好，很 carry， 好几波好几场我记得打到后期都是靠他 carry 的吧。那到这个版本终于可以把重心完全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整个人都发光发热了，对吧？